这个小王，你要让我快的就少拍了。我们要你不进了吧？你别进了，今天你别进了。哎，帅哥，进了，别进了。今天镜头里的这位拒绝被拍摄的人，是火神山 ICU 重症监护室里的护士长陈静。和名字不同，他的工作作风却雷厉风行。在这里其实没有性别之分的。搬运。巡视。这是今天的我们叮嘱。引流器要接起来。如果胸腔包里没有，找一个输液皮条把它剪了，泡在消毒液里面，早发现，早报告，早治疗。协调。的那个煤气试剂领到了吗？先去借，我马上去领。就把这个调整一下。对，调整到别的班的医生。对对对对。实操。与兄弟单位增进友情。我们老公就给我讲，看到我们护士长在抖音上面的那个视频，他就讲这个护士长很好，你得给护士长认真的学，要学护士长的为人处事，要学护士长说话，学护士长的态度。我说好的好的好的，我会好好跟护士长学的。虽然我们都不是来，以前都不认识，就这两个星期，每天工作完了以后带娃做脸的一个护士长，今天现在就在这儿。不管是碳酸饮料还是什么，其实身体都不重要，只想喝上一口冰的。啊，全是褶子。你以为只是下班了？错，他还在微信息。微信没处理，一堆的事。听语音。护士长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你在病区吗？打电话。就不停的有人找你。会吃饭。他所在的 ICU 是由海陆空三军联合组建的病房。确实我们是三个不同的军种，来自十来个单位，可是我们的工作习惯方法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尽可能的提升我们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能力，缩短之间因为沟通引起的一些矛盾。其实在这里不管是我们是否红过脸，因为某些就是治疗上的一些不同而红过脸，我觉得都没关系。刚刚我们的陈宇教授刚刚讲了一句话，说到他们重症 ICU 来进修两个月是不上手的，而我们现在在两周内所有的人都已经全身的投入下去了，我想这也是大家在拼尽全力的一个很好的表现。他好像是 ICU 病房里的太阳，不是刺眼的那种，而是温暖的。我是有问题是吗？没问题，到了制冷了，你白天太热了，21度。如果感觉不舒服，告诉我，我明天再调回来。不是啊，从网上找的图片啊，然后我们根据既往的一些经验，就做了这样的一种沟通手册，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，来加强互换沟通。他理解身边的所有人。我们整个弦都是绷紧的，所以护士为什么下完班，你可以看到，从监护室的护士。曾经刚开始还一路蹦蹦跳跳，上了车一晃悠以后他想睡觉，因为为什么他松下来。而我一直说我睡不着，是因为我脑子里过了太多太多的事，当然听了太多太多的话以后，所以在这里可能这一两个月给我感觉是非常，不仅是累身体，关键是累心。如何把这一群人护士集合起来，融合在一起，再把医护团队合作好，我中间就是一个媒介，上海话叫八搭百搭，对吧？百搭就是你在这里，就是哪里需要你就都得到哪里去，所以这个护长的岗位不好做，不好做，这的确是一个累心累神的一个工作。你要想做好，你得思考太多太多，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，所有的工作都能做好。提到自己的家人，觉得是很幸福。你知道我现在最幸福的是什么？的幸福感。我大一的女儿每天伺候她爸三菜一汤，我觉得培养一个孩子不在于他一定上最高等的学府，而在于他心智很健康，他能够过烟火生活。我想过的就是有烟火气的生活，我千万不想过成那种飘在上面的生活。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，这个和爱人在一起，他讲的是每天你做好防护，你只要平安回来，所以每天回短信最短最短的，随时随地可以掐掉短信的也只有他，他是我生命当中随意可以任意欺负的。最应该善待的是家里人，家里人给了你最多的支持和理解。
我觉得这是我执行了任务从一个改变，善待我身边对我最好最好最亲的人。啊，武大，因为我爱人是华中理工毕业的，就是华中科技嘛。你跟武汉有缘呢。对啊，但我对英雄的理解，我生命当中没有把英雄和我们等同在一起，因为我承诺了我要来，我就应该本是这个状态。前线和后方一样重要，我觉得是我们全中国齐心协力的一种很好的象征。我们可以随便去逛街了，我们可以在工作当中和病人随意的寒暄，对吧？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我觉得只要我有这份期待，你就会把每天过成美好的日子，哪怕再苦再难，你都会觉得这熬熬挺挺的过程。所以加油，我们每个人都加油。很奇怪，但是出来以后，特别是走到这个口上，你逐渐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好，因为离家越来越近了。对病人温和，对战友关心，对家人感恩，对未来向往，这就是陈静护士长。一个为亲人、为战友、为自己生活的这片热土而战斗的人，他只是在尽力守护着自己心中的那份希望，那个向往已久的美好生活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